只是回台北过个年，好像要大搬家一样，莫名其妙来着。这地方超酷的，真的是在就是荒郊野外，没有名字的景点，很可爱。来吉村屋买伴手礼，白天的饶河街都没有人，出太阳了。今年过年吃金华的外送，不对，外带年菜。西芹折红，海蜇皮栗子，烤麸，哦，不然好吃，你快等。脆鳝，脆鳝是什么鳝鱼吗？牛百叶，牛蒡丝，牛百叶是什么？牛百叶就是那个牛蒡丝。还有油爆甜虾，还有油葱鸡。第二层有乌鱼子、南瓜、油口包、软丝、醋溜鱼皮、麻辣金钱肚，辣猪肚、牛肚、什么肚？葱香澳洲袋子是什么？好像干贝对。玉卷、素玉卷、叉烧、笋子。什么叫十香菜？什么叫千层葱？我天哪，是我知道的东西太少，还是千层葱的吗？是类似猪耳朵的吗？不知道，看不懂。一层一层，千层。是除夕年夜饭，吃火锅，有东西啊。然后还是你从外面买的，到底多烂？这锅真的很大，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很夸张。昨天在。这家买的芋头卷，看起来就有点恶心，但蛮好吃的。大年初一，外面就是下雨，只能在家里看 Netflix。很久在抄那个日本漫画的，打算用昨天的龙虾头来熬粥，煮粥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是条新鲜的好吃。也是。过年这几天，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。我觉得确实有改变一些我对理财的想法，但我觉得不是一定要看的书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，喝咖啡。这几天我都喝。咖啡老师的咖啡就很好喝，我记得他们在虾皮好像有卖场，去找一下。对，我们大概多久没有来东山了？半年。然后就变这样，变得认不得了，还新开了多店，我们根本就输白白了。竟然新开了一家饰品店的咖啡店。你现在几点？快五点吧。才快五点，是吃饭时间。这排队，这人发疯，点超多，这是沾面，看起来很好吃，然后还多点一个拼盘，耶！你觉得尹家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也觉得好吃，它是我拉面排名第二，台北啊，不知道其他地方，第二。大年初三收马没开，咱不意外，我想喝什么就会没开。你的命运倒是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我要继续走，看哪有饮料店。刚五十元也拉下停了，真是一路波折哎。卤蛋茶牛堡，喝不到酒的两个人。开了也没开，在西门町的全家终于找到收马啦，好期待哦！我觉得这个还原度还蛮高的，你觉得呢？还原度几趴？90%吧。90%。现在哪？啤酒土哥。需要清楚也有这种地方，搞不好有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要回新竹了。路上车蛮少的。今天要喝什么？今天喝波特酒。好喝吗？紧张，我也没喝过。好紧张哦！那一定要那么假白吗？当然。
你觉得这支好喝吗？中间偏少，它草本味蛮重。那个 gin tonic， 哎，我觉得透明水真的好的有差，奢侈贵。这位先生呢，平常在家里的兴趣就是做冰块，所以我家的冷冻库有很多大冰块。嘿嘿，这是假白冰块。今天宵夜吃韩式泡面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我已经吃了三四年，赞。前几个月去酒展买的，很香哎，它的花香味很重。我觉得用闻的就很满足那种，很惊艳，谢惊艳，赞。不知道王静的演技有没有不一样？这瀑布好看吗？那贾静雯的演技真的很好，那王静的。